可宇，东方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相信东方。我也觉得东方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可是现在案子对他是越来越不利。你是在对我说这句话，还是在对本案的办案法官说这句话？我是担心他，他作为镇长承担领导责任这是免不了的，我更担心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，要是真的出现了最坏的结果，我们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朋友锒铛入狱吗？秦老师，秦老师，哎，建平、柯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您是说张慧和可可吗？当然是张慧啊。我说建平啊，你啥意思啊？哎，他们是不是闹什么矛盾呢？哎，不应该呀，他们俩感情那么好。老师还不知道他们离婚了。是啊，这中间肯定有问题，而且可可生了什么病咱们也不知道。对了，刚才牛家给我打电话说咱们是发小同学，关键时刻就得站出来。哎呀，纠结啊。但愿东方没什么大问题吧。喂，小鹏，调查的怎么样？蓝主任，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当年李东方确实是通过邀标的方式让赵贤承包的工程，赵贤的确是高价向王虎购买了建材，目前也没有发现公务员有贪污受贿的情况。那镇长和分管领导的家属调查了吗？分管副镇长家属在国外留学培训，有一年多没回国。李东方老婆张慧和他离婚两年多了。扩大调查范围，包括家属和子女，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冤枉，不放纵。好的。建平，你想好了吗？我纠结得很啊。就凭发小情分，我们得帮他。但党规国法摆在面前，学生家长也不会放手。在情与法的天平上，我们只能理性处理。或许我们能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他和他的家庭吧。我赞同你的想法，我们得守住法律这个底线，同时也要帮助他。你是这个案件的直接领导，你就回避吧，我来开导他。那辛苦你了，我先回单位。好，正好顺路，我去看看张慧。哎，柯宇，来喝水啊。谢谢嫂子。我和东方已经离婚两年了，谈不上嫂子。他过得好吗？嗨，你看
他一个人在家又没有人照顾他，肯定一道小菜就得吃上好几天吧。我经常梦见他生病，你说他这么大个人了，也不知道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儿。是啊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和你分开之后呢，就是烟抽得更厉害了，话也少了很多，感觉整个人都苍老了不少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。天畅小学的事情，社会上已经闹翻天了。东方他现在肯定很内疚。这两年苦了他了，现在又发生这种事，他快要扛不住了，你们得帮他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可可。可。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。对，之后发生的事都在那个账本里。牛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我这里用高价买很多化妆品。可可现在怎么样了？病情控制了，好多了。我还要去医院照顾她，还要给她补课。这不，他的小书包还在这里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居然可以瞒这么多年，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悲剧。我现在经常做噩梦，梦见那些受伤的小孩来找我。柯宇，我该怎么办？可可病情得到了好转，但她天天吵着要找爸爸。我都快崩溃了。你也挺不容易的。我现在呀，真的很担心东方。我今天到城里去见了嫂子，她现在也挺不容易的。你去见她了？那我们的事
都知道了。他让我把这个给你看看。可可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给爸爸说的呀？来，对着镜头，把你想说的话说给爸爸听，让毛叔叔带回去给爸爸看。妈妈，我觉得我的病已经好了，我想见爸爸。那你对着镜头跟爸爸说。爸爸，我想你了，你能来看我吗？你不用那么努力工作了。你能来见我吗？我想你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，你觉得有意义吗？你以为感情可以战胜法律，却不知道没有法律的感情只会伤害更多的感情。换个活法吧，过正常人的日子，去自首吧，争取从宽处理。我是来自首的。刘佳、王虎，我们是沧州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，因你们涉嫌行贿，现在宣布对你们立案调查，将对你们采取留置措施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亲手毁掉了我的亲情，我的发小情，我的一切。